对，根结、重结可以放松，但是少结绝对不可以放松。身体略微后靠，略微后靠，手呢露着，手露住劲儿，食指尖可以使力，略加用力，搂住了，感觉倘若不用力搂住的话，空气就一下破水而出了。精神含蓄，身体后靠，精神含蓄。战争时呢，就好像那个拉满弓的箭，势力的时候呢，势力战争都要体会含蓄，在推手时候拽着对方，感觉劲儿随时拽，随手就放。膝盖可以再往下蹲一些，保持住，保持住这个感觉。这个桩呢，对松紧啊、动静、虚实、含蓄、均整啊，都可以有一定的体会，都可以体会得很好。身体别前倾，可以略靠，略微后靠。似坐非坐，这初练啊，不要含胸拔背，松肩对着，两臂抱膝撑三，五脏六腑要空。不要用劲，不要用丝毫的着力。这样练呢，时间长了呢，可以练出真正意义的沉肩对着、含胸拔背。初练的时候不要追求这个，追求松肩对着，只能导致双重，不可以着下。其实这个桩真正有功夫之后才可以站，大成前的一切别的桩都站好了，到最后体会这个，开始体会不是很深的。到最后可以体会全身毛发都竖起来，体会空气的动荡、阻力感。先从头部开始，完了以后可以是后臂的，后臂、前臂、后背、腿、全身，空气阻力由无到有，由小到大。最后呢，人的整个的感觉呢，好像被空气阻力捆住一样，不能动，动就是发力，由局部到全身。最后呢，应该体会后腿的发力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第一桩呢，锻炼程序应该是先前三后七，重量压在后腿上，然后逐渐体会松紧啊、动静、虚实、含蓄。后腿应有自然蹬地的感觉。要跳，但是没有跳。
伸手可以在这里递一下，只要腿保持住了，这个感觉蹬地的感觉，王老先生讲拔地与肺的感觉，不管你是高啊低啊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后仰，我们也轻松。站这个状况，浑身要放松，但是练习打平拳呢，要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中节跟节可以松，但是少节要停一下，少节是绝对不能松的。站这个状况呢，可以考虑这个手啊，手往里面搂一点，轻轻的，但是不能真正去使劲，肘以前。手尖以前到指尖都可以使劲，但是身体是空的，可以感觉搂着劲儿，搂着劲儿呢，你就是，哎，好像里边有空气阻力，你倘若不搂着，一下突破手心就开了。可以做的略微低一点，这个头顶啊。练到一定程度呢，并不是你自己上上去，而是呢有空气阻力压迫你。腿呢，你要感觉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呢。这个，比如说你要抱一个重物，很重的200斤左右的重物，你现在给它提起来，这个劲儿你就保持住这个劲儿，就是说呢，你要提20斤重物的时候，你不可能。脖子打软，腰打软，你站这个桩的时候，保持住这个劲，但是你可以真的用力。注意肩部要放松。精神都要含蓄，大中间所有练习所有的东西，精神都是应该回收的，要含蓄，不要放。不能强撑，也不能后仰，保持中正，很略微的后靠，但是不能后仰。可以体会这个海绵啊，脚趾头抓着海绵，抓两下，有感觉抓两下、三下，有那种感觉，保持住了就可以，但不是真的去使劲。可以考虑啊，这个十字骨上都拉着皮筋，但是很细、很小的皮筋，
一松一紧，体会这个骨骼的抻搭这种感觉，真正的一定程度会很明显。腿还保持混元桩的姿势，保持这种体重，自己没起这个动作，今天还这么放松。放松就要挺住，体会这个骨骼间指关节啊、腕关节啊、肘关节啊，一个一个陆续的体会，松紧撑拉。直到一定程度，你自己的感觉会很明显。好像自己体力够，可以略微的递一下，或者递一下也没有关系。可以意念啊，站在水里边，站在水里边呢，左右手扶着一个木把，水上的木把摆着，水中的浮力很大，来体会手压着这板子，就是要起没起，总摁着这个板子，手的劲儿往下摁，哎，手的劲儿往下摁呢。手上劲儿感觉不够了，用身上的劲儿往上调，加身上的劲儿，但是不要真的去做，总保持这种感觉。你站到一定程度啊，身体就稍微的重点，大头小臂分的话很重。肩膀放松。我们要后靠，总摁着东西，练一大中拳，平常都可以考虑，手总摁着，总往下摁着，总考虑摁着这劲儿，用手把身体刷起来，而不是用身体刷手。想五脏六腑是空的，您当时就只能考虑就是肘尖以前，肘尖以前那个膝盖呢往下，像中间那些都可都考不考虑都没关系，那种五脏六腑是空的。那表示这要按没按，要按没按，总是这个劲，但是不要去动，那个一定程度内在感觉会很明显。正步冲冲，再冲冲劲，再冲冲劲，慢慢别冲冲劲。冲开，冲一面口的劲，冲开。我喜欢这种劲，腿还保持这个。灯没灯。
这个呢，您可以先想一下，就是，两个手往前摁，摁之后呢，再回拉，哎，保持是四摁，又摁又拉，这么一感觉。这今后啊，就是那个队友当中的撕扯劲啊，拉伸劲啊，帮助很大。注意肩膀的放松，有了一定的体会以后啊，可以考虑啊这个腕关节处搭了一个重物，感觉稍微分量不错，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之后，在接触对方的时候，对方会感觉你的稍微分量的人，这是一个关键。两个手的距离跟头部要对称的，近身含蓄，可以再高一些，手可以再高一些，腿可以再低一些。这个腿的发力，并不是说你的曲折角度大，蹬地传导发力是真正的发力，真正中国武术的发力，外形的动荡是很小的，完全是里边骨骼的增强，几乎没有外形都看不见，动荡很小。可以再高一些，站这个桩呢，身体可略微前踏，略微前踏，不能完全的向前伏案。向前伏案的同时，可以试试，你往前按完之后再拉回来，保持住这个劲。这回感觉很相当明显。手再高一些，再往上走。在前弯腿呢，就是肩膀，你放松肩膀，脚掌伸开。就是可以体会在水中的阻力感，好比水流穿过的感觉。可以站在后方，练习大中拳呢，每个桩都应该体会，但是呢，一生可以一两个桩、两三个桩都，但是都要体会，每桩的劲儿不一样。对养生真的有很大的好处，放松，膝关节可以这回站得高一点，看自己身体状况。
自然。可以考虑啊，跟上下同位，可以考虑。要扒开，要扒开，但是不扒，哎，好像打开扒开，但是不扒。这个装饰呢，适合躺着、坐着、靠着都可以，走的时候啊都可以，注意放松。眼睛呢可以微闭，但是也可以睁开。呼吸呢，气。站抱拳状呢，精神要含蓄，往回的走。开始呢，势头可以大一些，前脚呢是往前脚趾是往回扒，前脚往回扒，膝盖的自然前挺，前脚有一个往回扒的劲。脚趾抓住，后脚呢往回跟的劲儿，往回收，往回跟，是一个夹劲儿。胯坐下，开始呢这块儿，反正呢这块会拉得很明显。后腿呢保持蹬，似蹬非蹬，跟跑要跑步的起跑啊这一刹间，要蹬没蹬，似蹬非蹬，永远保持，你站多高多低都无所谓。但是一定保持蹬力，不要真的去使劲儿，蹬住了。这一劲有体会吗？蹬住了，似蹬非蹬。这个肘尖以前到指尖都可以微加用力。眼光看完之后再收回来，保持这种感觉。站桩呢，站到最后呢，最后剩一两分钟的时候，可以下到最低。现在我们到最后了，不下最低就实在坚持不住。要瘦的时候，开始要苦一点，但是呢，成为一种习惯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脖子略微后靠，身体可略微后靠，但是不能，绝对不能悬浮。保持住这个肩膀。开始呢，肌肉吃劲，尽量很酸，肯定会很酸很疼，但是练到一定程度，肌肉工作不了了。筋就开始起作用，身体的连贯性啊，逐渐的会练得很好。
是身体练到一定程度，有1%的连贯性，有1%的协调性，就相当不错。真正的连贯，真正的后腿能蹬上劲儿，在搭手，搭手做的时候，后腿能蹬上劲儿，见的实在是太少。关键是内在的力量很重要，手要搂住劲，往里搂，搂住。你不搂住了，就感觉有空气阻力，破皮而出了。但食指尖可以微加用力，一扣。但是这以后一定要松，一定要放松，练的5脏6腑都是空的。呼吸自然，放松。这是骨，骨化，一定要骨，往里骨，蒸。这个胯呢，跟膝关节呢有一个争议，这儿绑着一个争议，怎么夹？夹呢是这个后腿往前跟，后脚往前跟，前脚呢往回拉，往回扒一点，这么个劲。开始呢，架子可以大一些，架子可以大一些。练到一定程度啊，要练提。大长拳呢，练提不练顿，练秋不练放，往回的劲儿不练往前的劲儿。练到一定程度要提，自身能把自己给提起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有一定的方法，自身要在练功当中先首先先把自己给提起来，再考虑搭手过程当中把力量放在对方的身上，这很重要。这样呢才能在实战当中把自身的力量用起来。十指勾眉，指关节挺住劲儿。开始站这个状啊，可以背，手可以背，往后背，往回往回搂着，对，往回搂着。站这状的时候，应该手你可以到这儿的时候可以往下按一点，但是开始阶段呢，你就得背，开始阶段往后背，尽量指关节挺上劲儿。两只手跟头的距离得均一些，均等一些。好，一个弹力很大的口袋就撑起来了，保证这个撑。这桩这桩很关键，身体放松，身体放松，身体这个后胖。腿下呢，跟那个毛。跟那个矛盾桩啊、抱球桩啊是一样的，要也是一样。精神含蓄，往回收。精神你往回收，看着你得收回来。伸展桩也可以，你先考虑这身体啊，你可以往前供一下，后背往前供一下，再拉回来。保留住这个劲儿，弓一下，再拉回来，身体保持这个含蓄啊，就拉伸劲，保持住。站桩时可以先体会体会手，如果有点手呢，再体会一下腿下的感觉，可以调整。
开始站桩的时候不要考虑肩臀可能啊，这都不要考虑。身体越就是往后往回的，我永远是往回的劲儿，一切都是往回的。站桩站到最后呢，用空体会空气阻力，用身体的毫毛汗毛去体会，逐渐的由小到大，阻力由小到大到大。肩膀放松，站到最后，最后还剩一两分钟的时候，就把力量全放在后边了。辛苦了，放松。站起来的时候，站桩站起来，站起来的时候，从一个姿势站起来，一定要松，要慢，不能一下子。撑住，不用这个。直指高眉，注意，注意肩部放松，往回背，往回背，手往回背。尽量往后，身体都是往后搂的，力量都是往后的，往回的，精神啊，身体都是往回的。注意前脚尖往回扒，前脚往回扒脚，后脚蹬往回收。老保持这四蹬飞蹬，你要推一个重物，保持住这个，要推没推这个劲儿，你的身体啊。脖子啊，腰啊，你要抱这个重物，你要推东西推重物的时候，脖子不可能，脖子打软，腰打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都站，站桩要成为一种习惯。你肩部放松。膝关节向前方，前脚回到下，永远前脚作用很大，推手的这个拉伸劲儿，前脚的相当大，膝关节挺重，有点问题，手型啊相当大。手型的肌肉相当开始姿势要放大去做，小是今后的时候姿势可以大一些，尽量的撑大，先把自己架子耗，等架子耗开始肌肉很酸很疼，到最后筋开始注意特别上筋开始帮助，身体都坐，然后坐，然后靠，还是保持那个往前探完了以后往回拉，给拉伸劲，这桩啊体后体会今后的松紧啊虚实啊弹蓄啊都可以，可以体会一下手，再体会脚，体会头，一个一个的由局部带身体，平常局部没有碰到的时候局部碰到之后是整个大中间训练，整个贯穿少点紧，身体重点可以松，不要去想，五脏六腑都不要去想，都有空的，但是就好像一个头
一个肢体，两个手，两个脚，一个头，他在这站着，身体根本就不要去想。行，前后倒提分，可以前后倒提分，注意肩膀放松，肩部放松。放松你挺上劲，稍微用力，它也可以保一个十斤重，很好，保住了。走关节以前都可以用力，肩膀放松，身体略微后靠，精神含蓄。可以够了，这么够了。下身要求按抱球桩、撑球桩一样。为了这个挑的力，挑的力，下边有挂，挑挂，挑挂，注意这都用身体，在推手当中都用身体，身体在发力啊，用着身体撞那个手。训练成绩一步一步。到最后啊，可以考虑后腿蹬，后腿蹬，前手搭上对方以后，靠后腿蹬，主点那个腰的发力，身体的发力，腰的拧动发力，内动发力，腿的发力，把对方放，很重要，这扔对方这个很重要，精神含蓄，可以换个姿势站在那边。稍微往这边走，不太正，我们所有人不太正，肩部放松，身体略微的后靠。这练到一定程度啊，可以考虑对方给你搭上手，搭上手了，摁瓷实了，力量都摁瓷实了，你借助后腿的发力，给对方放上，开始可以腰的发力，真正的外形的拧动，不是真正的发力，很长时间腰做一个发力，很长时间啊。站在当中很长时间腰可以做一个发力，真正的发力外形没有变化，前脚趾的八字线，后脚往前跟，这个桩呢尽量高一些，也可以前后手略微动一些，也可以后手分得大一些，分得大一些，双腿可向下微翘，关节在微翘的意思，不要想拉很重的皮条啊，拉的大船啊，这些东西都容易把力量捆在自己身上。腰啊，有在练习的时候，有人把腰啊都捆上很重的东西，往回拉，这样都不对。经过发力的时候，力量在自身，不能很好的做对抗。
可以肩膀放松，身体后靠。后面膝关节挺不错。食指勾眉，还可以考虑那个弹力很大，腿呢脚似踩非踩，就要蹬上去，要蹬没蹬这个感觉，要踩没踩，要蹬没蹬，保持住这个感觉。就是好像你可以体会一下这个。要踩的，但是哎，要踩要蹬，往上蹬，但是没有蹬。哎，永远保持着要蹬，没有蹬，一下蹬下去，但是没有蹬，对不对？用身体的力量，对。要踩没踩？可以换那个地方，体会一下。你体会一下要踩，往下踩，要踩没踩？要蹬，往上蹬，没蹬，对不对？蹬的感觉很重要，用身体，用身体，开始外倾上的里动发力，一下蹬上去，一下踩上去，哎，马上一下就蹬上去，但没蹬，这个手撑开了。神气合一，动灵自然。面部表情吧，四下飞扬。后面呢，这两个手呢，好像拽两个气球一样，抓住，捏住。不可以真的去使劲儿，扭伤啊、放松啊，都有一定的好处。身体呢略微后靠，不要前俯。下坐，四坐飞坐，四坐飞坐。胸脯呢？带着三流。腿呢可以闭，慢点扣住，我一下可以使劲。大起来，这由于实战呢，包括很大，放松肩膀容易放松，肩部呢就会放松。平常呢走路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坐着。三折有很多姿势，这是其中一个。这可以啊，在那个初级的实战当中很有效，对你的腕关节的力量很有效，很快，很快。
但是这个装的刚好站，偶尔还可以站，跟阶段性的，就站一月、半个月。平常走路的时候，体会体会这个劲儿，都很好。注意肩膀放松，身体这边后靠。肩膀放松，两个手摁在一个板子上，摁在一板子上，水的浮力很大，摁住了，导致用什么感觉呢？就身体呢，就是手的劲儿不够，现在用身体的劲儿弥补手的劲儿，这老板手呢要用起来没用起来，身体要用起来没用起来，手往上摁着，总感觉身体的劲儿往上倒，后腿保持住了，死蹬非蹬。感觉身体就随时感觉摁住，摁着呢，身体的力量呢，手往下摁，用手把身体耍起来，随时保持这个劲，这很重要，随时保持注意前脚。所以微有一个动作，但是站桩不要再动的那么小，别站桩那么小。还有一个意见呢，你可以呢，可以感觉搂住对方，把对方搂住了，身体含气，搂住但不放，发而未发，保持住这个感觉，随时可以放，控制住对方，对方贴瓷实了，控制住了，现在控制住了，但是不放，可以放，但是不放，随时都可以放。后腿的力量、腰的力量、身体的整体的力量，把对方放。现在先控制住站姿，发而未发，身体要含气，精神、肚子要完全的含气，松紧啊，关节要注意好。在硬紧的情况下，身体放松。对方顾挂住，对方撕扯，怎么撕扯？你好像随时都可以放，随时都可以放，但不放，保持住这个。要发，再发一下。肩膀放松，肩膀放松，你腿别后靠。四座飞座，可以四座飞座，后背竖着。到了。提呀、身体的提很重要，提呀、开始可以感觉啊，有个东西感觉到可以提了，但练到一定程度，站桩站到一定程度呢，身体的左右前后都有阻力，根本就动不了，动就是发力，你的头部都有空气阻力把它压迫，不是你自己受的，在压迫你的同时，你躺到脖子不挺上劲儿，怎么办？在一定时间适应过来。站桩当中提很重要，先能够把自身通过站桩，在站桩的过程中把自身给提了起来。自身提了起来，再通过搭手啊，积极实作，能把自己的重量整体用起来。
二发，一点均衡都保持了，但是不要真的坐着。开始站的时候，那是倒起，大气倒起。